视频呢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Counterpop 他们在2017年新出的春夏系列。那他们这一次出了三种系列，然后他们第一个出的应该叫 Nectar， 然后第二个出的叫 Pink， 第三个出的叫做 Sand 是前两天刚出的，我还没入手。那我这次入手呢是他们前面两个系列出的 Pink 跟 Nectar。我这次分别都收了眼影盘跟高光腮红盘，还有两支唇膏，一支是 Satin 的唇膏，一支是 Matte 的唇膏。那我今天想做一个比较不一样的 review 跟 swatch。平常呢，我都是直接用嘴巴口述我的一个感想加手上的试色。那今天呢，我想做的是不只是口述的 review 跟手上的 swatch， 我更想做一个是脸部的整个上妆效果给大家看。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能够更直观的给大家提供一点点参考，你这样就可以先看一下我脸上的妆感，然后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或者是你期待的一个妆感，以此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，来看看你是不是适合这盘眼影，或者是这盘眼影值不值得入手。那我们就先来看手上 swatch 跟脸上的试色吧。Please wake up, wake up. I'm already wake up, wake up. Chronic, I go out, go out. Let's have some toes, I'll make us. What we gonna do? What we gonna do? Not only is a drink a little beer, I'm a do. 난 이상해 보여. 우린 늘 그래왔어. 넌 편안히 내 앞자리에 기대고 서 앉아 편하게 lay back. Hey, 너와 보내는 모든 것이 내게. Hey, 그럼 같이 흘러가 아쉬워 보내게. Hey, 시간은 흘러가는 물과 같아. Hey, 근데 내 물병은 남바보다 빠르게 내가 이긴 것 같은 작가가 나에게 전 계획인지는 몰라도 하나하나 나도 그렇지 않던 걸 나도 알아. 하지만 왠지 나는 싫은 걸. 난 시간이 조금 더 느리게 가슴에 I'm made of fucking time wasting time wasting 내 시간을 되돌려줄래. I'm made of fucking time wasting time wasting 내 시간을 되돌려줄래. Got a many lot of praise ain't just fire. Got a soul damn lot of love fire. Hey girl, 말해줄 게 하나 있어. 지금도 시간은 흘러가고 있어. Damn, 아까워 이 시간도. 어둡걸음 모두 낮잖아. 가게를 다니고 싶어. 맞는 악세를 다 주고 싶어. 네가 바라던 옷들을 사주고 싶어. 난 이 박스 마 밖에 난 다 쓰고 싶어. 원해 다 쓰고 싶어. 내게 보이고 싶어. 내 성의를 제대로 보이고 싶어. 누가 뭐래도 먼저 보이고 싶어. So hold it. 시간이 나에게는 빠르지 않은 게 좋아. Time wasting, time wasting. 내 시간을 되돌려줄래. I'm made of fucking time wasting, time wasting. 내 시간을 되돌려줄래. I need a fucking time wasting, time wasting. 내 시간을 되돌려줄래. I need a fucking time wasting, time wasting. 내 시간을 되돌려줄래. I need a fucking time. 너무 들이지도 말고 조금 전에 말했어. 너무 시간지도 말고 조금 전에 하리라. 네가 타워 받는 가슴 놀기 전에 말했어. 네가 나
Your skin against the porcelain. Now you occupy my space. And let's get you wet within my arms again.其实这一季我觉得 Colourpop 出的颜色都非常的好看，连他们新出的 Sun 那一系列我都非常的喜欢。我觉得他们真的是，我觉得他们是平价中的战斗机，这当之无愧。使用下来我觉得他们这一次出的眼影呢也是非常非常值得入手的。次呢我入的是两盘他们家的眼影，一个是 Pink 系列的眼影，叫做 Dandio， 我来念哦， Dandio是这样念吗？然后它就是这种比较很粉嫩很粉嫩的色系，每一盘都是三个雾面加一个珠光作为眼窝的一个打亮，我觉得这盘的颜色非常的美丽。然后呢还入了另外一个是他们橘色系列的 Knockout， 那这盘呢也是一样，三个雾面的眼影加一个亮面的眼影，也就是我现在眼睛上的这个眼影。我也是，我真的是上完之后呢我有点没办法抉择哪一盘比较好，我觉得两盘颜色都非常的漂亮。他们这一次出的粉色珠光呢，我觉得不如他们以前那个霜状的珠光来的显色更好看。所以呢，如果要我个人推荐的话，我个人还是会觉得要去买他们原版的那个珠光色会更漂亮。那但是啊，我觉得他们这次出的粉色的雾面真的很漂亮，他们的延展度很好，显色度很高，真的放在眼睛上真的非常的好晕染。尤其是像这种，他们这一次出了非常这种很多这种高显色的眼影。在脸上，但是在眼睛上呢，却不觉得
一坨一坨的很难推开，我觉得它，你们也可以看到我整个化妆的过程，就是很简单就能推开的，颜色非常的春天，就怎么搭配都可以。所以我觉得这两盘眼影我也是非常的推荐，但是我会更推荐你们自己去配色，因为我觉得它这两盘呢是比较想突出他们这一系列的整个一个色调，所以搭配了这样的一个颜色。但我其实觉得这样的颜色并不太适合日常，我是 OK，因为我平常就是化这样的眼妆出门是蛮正常的。但是如果你不是那种喜欢画这么饱和的颜色眼妆出门的话，那这样的颜色我觉得对于你来说会太跳了一点点。你可以选择比如说这种浅粉，或选一个这个颜色，再去选一个比较肉色一点的，然后再选一个棕色一点的，这样混合起来的话会比较日常，不会像这样子一系列都粉粉的，然后眼睛画不好会很像红眼病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会比较适合有一点点化妆经验的人，这样才比较不容易出错，而且你要敢于挑战这种高彩度的。但其实我上完妆之后呢，我原本以为会很夸张，因为我看到网上很多 YouTube 博主画完之后就整个眼睛红到不行或橘到不行，我自己有点害怕。但是我使用过后，我觉得不会很夸张，就是还蛮日常的，是很春天的颜色，没错。所以呢，我应该会再去入一些他们单色系比较好搭配的大地色系，这样子搭配起来会更好看。所以这是我一个对眼影盘的一个小小的 review。那接下来呢，我觉得他们这一季出的最最最值得入手，就是他们家腮红跟高光盘，真的太漂亮，你可以看到脸上这个光泽感。啊，真的超美的！我个人呢会更喜欢粉红色这一盘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家粉红色这一盘的高光真的漂亮到一个不行。但腮红来讲的话，我会更喜欢橘色，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我好像比较适合橘色的这样的一个腮红。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认为，但我个人是觉得，如果你这一系列只想入一盘的话，我真的比较推荐他们家的腮红跟高光盘。太漂亮了，显色度真的很美，然后高光也非常漂亮，它的高光跟腮红真的是融为一体，真的很漂亮。最后呢，就是我这次入了两根唇膏，我看下跑去哪，我入的一支是 matte，也就是现在嘴巴这个颜色，一个是比较 satin 质地的。那 satin 质地里面这个东西你没看得到，虽然这样瓶身看起来很好看，swatch 来说也很好看，但是呢，在我脸上，不是那么的适合，因为我觉得它太裸色了，所以我个人会比较推荐这个颜色。色号我真的不会念，我到时候打在上面给大家看。我其实常常在 Coverpop 他们的唇膏上面踩地雷，就是常常颜色它上面 swatch 看起来很好看，然后瓶身看起来很好看，可是上我嘴巴就不好看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我觉得是 Colourpop 他们家，我不会讲了，就是他们对他在他们家选唇膏，我来说我常常失败，但这一次我个人是还蛮满意的，整个妆容搭配起来都是蛮好看的。所以我觉得，唇膏这个东西的话，我觉得还好，其实还蛮多这种替代色的，可入可不入，看你自己的心情。我是觉得蛮好看的啦，但是没有到那种好看到非要入不可的程度。所以这是给大家一个整个脸的效果的一个，这是什么？参考。对。OK，好，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支 Colourpop 新系列的 Swatch 加 Review 的全部内容。我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样形式的一个 Swatch。如果你们喜欢，或者是有任何的意见，都可以在弹幕留言下面告诉我。那这样子我会比较好的调整我整个视频的内容。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支视频啦。我们下次视频再见，拜拜。